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到元朗新田视察，并且接收第二个由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设施。个项目位于前新田购物城，提供大约720间房间、2800张应急隔离床位。李家超视察新建单位入面的床铺用品、淋浴间同埋厕所等设施，并且听取工作人员介绍防疫设备、人手、医疗物资等准备的情况。李家超又同中联办副主任尹中华同埋承建商举行交接座谈会，佢感谢中央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的工作，援建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，亦都感谢承建商的努力。喺唔超过2星期的施工就可以完成，呢个工程系代表咗专业，代表咗全力以赴，亦都系代表咗民族感情。喺施工过程，我知道系有不同嘅困难要克服嘅，包括喺新田呢个工地要重新平整工地嘅平面，佢嘅交通配套亦都系有限，喺水电以及污水嘅接驳都要重新再做嘅。我非常感謝中建國際領導以及工程人員24小時施工，在這麼短時期就可以交付給我們